今天的天气很美，今天太阳很大，没有刮大风啊，空气也很凉快，快把我们的东西放在草地上，然后就找又美一个又美的地方。大声吗？好啊，去吧。没有他这么快呀、啊，一会就进不到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咦，大树妈妈，你呀、啊，你真是笨蛋，这是不可能。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妈妈的话，不但不解决好什么事，而且、啊、还让他骂你呀、啊。我想我们呢，应该找找一下吧，也可能找到他，好吗？好啊。身份证500美元，还有完了，我的书包
手表和项链也都丢了。哎呦，你们丢了很多东西呀、啊。请你们给我把自己事情说一说。今天我们来这玩，我们的东西放在草地上，不小心被别人偷去了。那你可以给我把他的样子描述一下吧，记住什么就说什么，好吗？看不到他的脸，但是我觉得他跟你一样高，他的样子也跟你差不多。请问刚才你放哨的时候看到哪个形迹可疑的人吗？没看到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请你帮我们抓住那个小偷，把我们的东西找回来。我一定会帮助你们找着，把你们的电话号码交给我，要是找到他，我一定告诉你们的。你自己写吧。好啊，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。好，谢谢你呀。谢谢你呀。没关系，这是我们警察的任务，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把它告诉你们。啊，麻烦你了，我们会等你的消息。啊，再见。谢谢你，再见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他真是一个很好人啊。对呀、啊。